收百世之缺文，采千载之遗韵。欢迎来到东方卫视首档经典文本围读节目《思文江南》第二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围读了徐志摩《斯文之下的信仰和风骨》。徐志摩原名张旭，字有森，嘉兴海宁人。沈德洪，字彦斌，笔名茅盾，嘉兴乌镇人。王国维，字静安，嘉兴海宁人。萧统，字德师，梁太子。徐志摩是一个和现代中国文化剪不断理还乱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而且徐志摩确实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他也想通过诗歌来对社会进行影响。来，我邀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悔的、受压迫的、烦闷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生。茅盾先生是觉醒年代最早的觉醒者之一。茅盾文学奖延续了茅盾先生的这个理想与追求，就是他的强烈的现实关怀。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这一期我们将跨越历史的长河，唯独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之宗和王国维的经典之作，让我们继续打开经典，唯独嘉兴文儒，品读斯文江南。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首档经典文本围读节目《思文江南》第二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围读嘉兴文儒。说到嘉兴呢，就不能不说乌镇，这是一座有着1300年建镇史的江南水乡古镇。这不仅仅是一座水镇，同时呢，它也是历史文化的重镇。有很多文学大家呢，都和乌镇这座小镇息息相关，比如当代作家木心、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书画大家裴修、南宋的诗人范成大。我想问一下这个几位，你们都去过乌镇吗？大概是十几年前，在读书那会儿吧，去了乌镇，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原汁原味的，特别古朴的。我就去过一次，因为是录节目坐这个筏子啊、哦，然后那天在下雨，所以在水路上的感觉还是真的是不太一样。嗯，尤其是雨季里那种绵软的，是吧？是的，是的。小桥流水，你总会有那种意象存在。我那天恰恰就是感受到了。一周去过吗？没有，我的了解就是乌镇戏剧节。哎，戏剧节我也没去过，我们一块儿去。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将遇到文选之宗的主人公昭明太子萧统。萧统，南朝梁太子，主持编撰文选，选录先秦之梁的诗文词赋700余篇，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随老师沈约至乌镇读书，并建造昭明书院。那乌镇的这个昭明书院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昭明太子有一个老师是梁朝的开国元勋，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叫做沈约。沈约的父亲的墓地是在乌镇，所以沈约回去守孝的时候，这个梁武帝担心昭明太子耽误学业，所以让他跟到乌镇去读书。按照道理昭明太子应该在南京读书，但是呢，在南朝原先的地界上啊，其实到处都有昭明太子读书台或者是文选楼。那这个是昭明太子去世之后，人们因为尊崇他，那这样的一个尊崇当然首先是对他
文学选本的这个功绩，对于文学的贡献的一个崇拜，当然也还包括其他的对于他的人品啊等等，在有些地方他就发展成了一个张明崇拜。嗯，那其实他就有一点像我们看这个电视里面帮会他要拜一下关云长那文人拜谁呢？文人就拜昭明太子，就是你是一个学者，你拜孔子，但是你是写文章，你可能要拜一拜昭明太子，是这样子。一周这次演读萧统的什么作品？我这次要演读的呢是萧统的《文选序》和《昭明文选》里面比较经典的诗文。萧统作为文学界真正意义上最早的那个文学总编辑，那么他收录了很多的这个名文名篇，包括诸葛亮的作品，也包括屈原的作品。那么我就会进行一个简短的还原这个萧统他编纂整个文选的一个过程。萧统组织主编《昭明文选》这个工作要完成，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所以我觉得刚才用了一个总编辑，我觉得这个描述是对的。萧统是这个文化工程的总负责人。到了萧统时代，中国的文学发展在我们传统的所熟悉的经学、史学、子学之外，去建立起一条相对独立的文学的体系，放在中国文学史的语境里面特别重要。嗯。萧统搜集了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700多篇诗文，编辑而成《昭明文选》，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奠定了中国文学主要的美学基础，以致后来出现了文选学，影响得非常深远。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昭明文选》啊，究竟是怎么编辑问世的？昭明太子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聆听萧统的文选之宗。统，字德师，5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6岁，师事光禄大夫沈约，于乌敦著《管语》读书。5，少好斯文，弃资无倦。历官文幼，泛览辞灵，自非略其无会，及其清音。盖欲兼功太半，难矣。闻之时义，远矣哉。故江鲤与辟芷兮，纽秋兰以为佩，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常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人屈原，韩中吕杰，骚人之文，自资而作。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后之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旨，兵士泉涌，金象玉振，作者之志，盖云备矣。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行行重行行，师者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初月娇。读渊明之文者，攀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此亦有助于封教耳。今之所急，不以利益为宗，以能文为本，事出于沉思，亦归乎汉藻，远自周氏，弃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文选呢，让萧统的名字啊，可谓是流芳百世。那么这次罗一舟出演萧统，读了他选的作品啊，读了一些他的生平，您怎么看这位太子？我觉得萧统太子呢，他第一点是非常的执着和有前瞻性，因为其实他在那个时代，他就很好的整合了自己东宫的资源，他运用自己的这个身份可以带来的这种能量，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这个就非常了不起。另外呢，就是他确实是年轻并且有天赋，就五岁就变读五经了，六岁就师从光禄大夫沈约，就开始非常非常系统的学习了。那么我觉得一是有天赋，二还坚持下去，并且一直坚持下来做有意义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小丹老师怎么来看萧统这样的一个文化太子？梁书《萧统传》说，萧统是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意。美姿貌就是萧统这个人，他真的是长得很美。六朝的人说美，就是说的是秀美。可是呢，萧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还不是他的美貌和他的聪明，而是他的孝顺和仁慈。在南史里面记载说，萧统小时候有司要来审这个案子，那萧统说可不可以让我来审一下，可是萧统所给出一个案子的判定都比他父亲给出的要罪轻一等，那他的父亲也是笑一笑就按照萧统判的来执行。萧统这个人，他常常派他的侍从到民间去看，看到民间的米价很贵，他就节衣缩食，民间的人吃不起饭，所以萧统就把自己的正餐改成小食。那看到民间没有钱来安葬，萧统就自己拿钱让仆人去给民间的人这个安葬。而且萧统这个人，他应该不是一个气质张扬的人，他是一个有一点拘谨的人。所以说他和文学侍从一起登山临水的时候，文学侍从说，这么美丽的山水，我们为什么不叫一些女乐来这个佐欢呢？他就引用东晋韩氏诗人左思的诗说，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就是不要那些丝竹的音乐，
可是关于萧统的死是有一个很浪漫的故事，梁书只是说萧统是病死的，但是南史说萧统是在后宫荡舟采莲，宫女一不小心把这个船划翻了，萧统就掉到这个水里面，捞上来之后他就染病了，但是他害怕这个宫女受到斥责，他就没有去告诉他的父亲，等到他的父亲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快要病死了，特别善良。历史上有的是说这个是南史的作者对于萧统的一种讽刺，说他沉迷色欲啊什么，但是事实上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符合梁朝的那种秀美委婉的文化风气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读过的很多古典文学，实际上这个文选里头都有，像大家熟悉的古诗十九首，曹操的《短歌行》，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样我们做一个小游戏，我来说这个上半句，大家来接下半句，好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学们答得不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哎，都是好学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丈夫志四海，这确实太难。我为什么记得是海内存知己？哦，那是另外一首《天涯若比邻》，那是王勃的。那海，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万里犹比邻、哎、啊！今天就是来学习的。对。有一句话叫做“文选烂，秀才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昭明文选里头的文章诗赋，如果能够读懂读透，就相当于是半个秀才了。那么钱穆先生也说过，如果想学中国古典文学，《诗经》加文选就够了。那萧统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来编选昭明文选？你请教一下段老师。他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里面还可能比较复杂。比如说，就是一个太子，如果长期不能够继位，长期不能够复政，那个时候这个太子的身份是比较尴尬的，甚至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你极有可能会成为现在的帝王政治上的一个对手。其实他后来慢慢的就是失宠的，包括他的弟弟刁刚开始慢慢冒出来。对，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就是萧统当时也许心里真的有这样的一份渴望，想早继位也罢，或者说是进一步的强化他的太子身份、太子权力也罢。那这个时候他也许想弄一个跟他的太子权力有关，但是又不是直指这个政治权力的那样的一个事情，也许很非常符合他的一个个人的个性的，他的个人修养的，就做一件跟文学、跟风雅有关的事情。昭明文选的这个遴选文本，那么有一些可能是历朝历代比较经典的文本，有一些可能是不被大家所重视的。如果没有昭明文选，可能古诗十九首，可能陶渊明的很多的这个诗赋就遗失了。所以小当老师觉得萧统他编选的这个原则是什么？萧统的昭明文选，他的文的标准就是单纯以好文章的标准来评定，它不是一个文体标准，是一个美学标准。在昭明文选序里面，萧统就提出经史子三部不选，就选那些构思巧妙、辞藻华丽、音韵优美、动人心弦的，那不管是文还是诗。文选序中间说，今之所及，不以利益为宗，以能文为本，事出于沉思，亦归乎汉藻，就是完全以文学审美作为评定的标准。文选里头呢，收录了52篇赋，其中包括班固的《两都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曹植的《洛神赋》，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都赋》。那么其实很多成语啊，都可以在文选当中找到出处啊。考考大家，我来读文选里头的诗，大家猜一猜是哪一个成语啊？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秉烛夜游。秉烛夜游。啊，秉烛夜游。对，酌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不解。不解之缘。盖种其事而增华，
变其本而加厉，变本加厉，变本加厉。你们现在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辅朝初建，郡贤翘首，唯此榆木，唐突于凡。榆木混珠呗，榆木混珠，猜也猜出来了，有榆木了。以交头七中，谁能别离此？如胶似漆。如胶似漆。好，厉害厉害啊！通过刚刚这个小游戏啊，就可以看出来昭明文选究竟牛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其实呢，唐朝很多诗人都受过昭明文选的影响和熏陶，可以说呢是唐代文人的一个创作的宝典。那有没有一本书啊，或者一部电影，我们的几位嘉宾你们觉得是百读不厌、百看不厌，或者说一直对你们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是有本书近几年一直在看，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家长教育学。开始是就是感觉是处理问题的，后来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好的教育学家。比如说我在遇到很多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里面给了非常多的好的经验。我看他有一句话给大家念一下啊，每个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是在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非常好。艾琳呢？影响特别大的一本书一直会翻看的是新华字典。这个其实不是开玩笑，是因为就是随着年纪增大，我发现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因为小的时候为了能够迅速的阅读很多东西，你会不求甚解就跳过去，大差不差都能理解啥意思，读音你往往忽略。我到今天我每次碰见有一个叫裘然，我一看就懵，因为我小时候人家告诉我叫扎须。到今天我看见不对，哦，裘然。所以真的时不时你得翻翻字典。我就是百看不厌的就是三国演义，这个小时候自己看不懂，我就让我爸给我当讲故事，就每天睡前故事给我讲一篇，然后每次的故事收尾我就记着是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我就像听评书一样。稍微大点了之后呢，我自己去那个书店买的，就是原来的小本的那个小人书。连环画。我买了一个这么大一本长方形的，像好几块砖叠起来的那种综合本，正好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就读完，那个也是读得非常过瘾。再大了一点呢，就能看懂一些比较繁琐的，就不断的慢慢的去更新迭代，然后就尝试着发现，每读一遍不同的感受，就是因为在这个作品里面它有一个自成的宇宙，一个自成的严谨的逻辑关系。哎，我发现都能够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这个立场，所以我就觉得是很奇妙的，读书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说文选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隋炀帝开设科举考试，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呢主要都是文选里的作品。有人认为呢这个可能跟萧统的孙子萧悝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隋炀帝的皇后呢就是萧悝之女。后来因为在唐代诗赋取士嘛，大家都要看文选，所以才会有这个文选烂秀才半之说。在唐中期的时候，吐蕃借京城公主的名义向唐朝申请四部书，就是毛诗、礼记、左传、文选，所以文选被提到和诗经、周礼这样同样高的这个位置。其实一直到我们现在看中国古代诗文总集的选本中间，影响最大排名之一的还是文选。萧统的昭明文选，他所确立起来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文学的标准，可以说几乎是一直使用到今天。这样的一种这个传承，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从这个萧统开始的。昭明文选对文学进行了分类，那个在文学分类学意义上的他的一个贡献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所说的700多首篇的选文或者说选诗，事实上它也是按照不同的文类文体来划分的。它既有强调的一个共性的审美的美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也有文体或者文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识，就这样的一种具体的文学选文的实践，事实上对后世的影响，对后来文学的影响和文学批评思想史的影响也都是非常大的。感谢昭明文选留下了立而不服、点而不野、文质彬彬的经典文字，让后世的中国诗人
能够站在文选的肩膀上来开启华美的诗章。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主人公，他被誉为是中国近300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80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那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近代学者，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嘉兴海宁人，连接中西学问，在教育、美学、史学等方面均有造诣。代表作品有《人间词话》《古史新政》《红楼梦评论》等。王国维毫无疑问，首先他是一个学术人物，学者的这个人生往往都比较简单。王国维的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个文化和历史大转型时代。王国维在家乡中过秀才，可是呢，再往上考就不通了，然后才是放弃。放弃到哪儿去呢？上海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到上海，开始接触心学。那时候他们原来在45经，在这个科举考试那一整套制度里面，就是没有接触，没有想象过的，就是那样的一种新的知识。这种东西在一方面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新奇和吸引力，可是另外一方面极有可能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困扰。这个困扰有知识上的困扰，也有人生的进一步选择上的困扰。但是呢，王国维没有停顿，这个厉害，再往外走，再到日本去。他跟鲁迅有一点像，在研究日本的同时开始这个接触西方和了解西方。王国维身上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现代个案。王国维和他同时代其他的学者一起共同的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奠定做出了时代性的贡献。其实晚清民国时期的学术会通、思潮纷呈，是一个世界化开放的学术时代，大师辈出，群星璀璨。比如说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有梁启超、沈曾植、蔡元培、严复、鲁迅、胡适、赵元任，可以说呢，这些人都是兼具了中西学问的跨时代的人物。35岁之前的王国维是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西方哲学的文艺青年。那这个时候他写《人间词话》，其中的三重境界又特别有名，他用3句词来讲人生境界，分别是来自于晏殊、柳永、辛弃疾的3句话，全部都是讲的爱情词，本身根本就不是讲学问和人生的，但王国维就借用它来讲大事业、大成就。那第一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们的人和树一样嘛，到了某一个生命的节点，忽然间觉得哎，我在走下坡路了，我在落叶了，所以就人生是可能空落无成的。在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调整人生方向，就开始去产生一个新目标，这个就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时候找到的那个新目标。那第二句比较简单，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说你既然已经扬弃了以前那些旧的，你找到了一个新目标，好，那你认定了你就随便怎么努力去做，在这个过程中间经历这个失败摧伤这都没有关系。但第三句很有意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说你的理想追求的实现，它到来的时间是不可预测的，忽然间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所以王国维用这个3种境界，其实他讲的是立真实高远的志向，尽不息不懈的努力，然后最后你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遇到一个瞬间，就是啊，原来你也在这里。但是你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是很幸福的。好，谢谢小丹老师。我想问一下于爱蕾，你想象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王国维先生，只是知道《人间词话》，然后接到这个邀约去做了一些调研，才知道我们的概念里，包括像前面我们聊徐志摩先生也好，这样那个时代的很多著名的大家文人，你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到非常西化的地方，就是人的外在，但王国维先生完全没有，他其实有身上有特别质朴的东西，所以我在想象，有没有可能王国维先生就是一个
乡村小老头的形象，他不太注重外在的穿着打扮，到他都功成名就了，他还不在乎这个。包括最后他仍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还是一身青布长衫，一个布鞋，还把裤腿给扎起来，戴个小瓜皮帽，还留着辫子。所以我尝试有没有能塑造出一点稍微有点乡土气息的一个从田间地头来的这样一个大学问家。嗯，这次你演读王国维的什么篇目？一个是王国维先生在27岁时候所写的6月27日宿霞时，一首是他在29岁时候写了一篇词《蝶恋花》，月尽天涯离别苦。好，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聆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戏船，往往隔邻水。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16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钞钱万，购钱四使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也。26岁归国，自是以后，遂为读学之时代矣。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新秋一夜，闻如是。唤起劳人始自思，试问何乡堪着我，欲求大道况多奇。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实只意矣。欲与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道离离。月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物。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艾磊，这次演读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篇目之后，您对这样的一个国学大师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我本来想给他加一些南方口音的，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方言众多，方言会影响大家的理解。我再加这个南方口音的话，可能有一些北方地区的观众就会产生歧义，他就感受不到本身这个文字的美了。所以我说那还不行，不能加。我认为啊，他是一个特别抑郁、特别压抑的人。
他写了很多诗词，包括他的那个六月二十七日宿霞时，他谈到有一种学得越多越困惑。对，王国维在这样的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他一方面感到来自于一个新时代的刺激、兴奋、激动，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非常的迷茫痛苦。那我们看这个两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实只意移，他其实讲的是一个价值失落的时代，你再怎么做你都是错的。所以我们看一个古典时代，一个士大夫，他可以一辈子他的理想不实现，因为那个理想本身没有问题，但王国维这个时代因为价值失落了，所以你怎么样都是唯存悔。另外一个他说知识增实只意移，那这句话其实就是用的苏格拉底的话，我唯一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他其实讲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这种现代知识的不停的迭代带给你觉得那种人在知识面前的难以应付无穷无尽之感，另外一方面知识的增加带给我幸福了吗？知识的增加带给我人生的价值了吗？全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像在这首诗里面，它表现的就是像王国维这样的一个特别敏感的年轻人，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种加倍烧灼的心灵感觉。也许我们都知道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知道他所讲的这个三个境界。我想这个人生有境界，表演也有境界啊。你们理解的这个表演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让观众有一种忽然间参与了一次人生。怎么讲？就是不管它的媒介是什么，你不管是话剧还是电影，还是歌剧、音乐剧，像你有了一个独特的监控探头一样，你参与了，因为监控探头拍到的就是真实的世界，我觉得那种表演是好的。艾蕾怎么理解这个表演的最高境界？其实也不叫最高境界吧，因为表演就中国一直有一句老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非要说最高，我觉得其实或者我也套用一个这个三重境界的方法。第一开始我们要努力的像他，这是第一重。第二重是我们要成为他。第三重是我不需要，我是他就到了。这也可能就是超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让观众参与了，参与进来了，所有观众接受就是真实发生的。你忽略到你是从哪个角度拍过来，它就是它。王国维一生呢，可以说是淡泊名利，为以读书做学问为生命。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来围读王国维后期的作品。那原来这次还要读这个王国维哪些篇目？读一篇，当时王国维在溥仪任南书房行走的时候写的一篇折子，这篇折子是劝溥仪开放这个进宫内院的其中一部作为皇室博物馆。当然当时没有成型，但是在次年宫博物院开馆了，这是他做的一件大事。另外一篇是当时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做的一个关于这个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他把这件事评定为完全可以比肩这个孔子毕中书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上的一个学问和发现。好，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聆听王国维的国学传灯。
臣愚以为，莫若开放进城离宫之一步，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进城之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数月以来，幽篁忙迫，殆无可语。帝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离此人海，记忆良得。数月不亲书卷，只觉心思散漫。于平生唯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为此耳。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毕中书，二为集种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毕集种。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虽然我们说这个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可能离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一定的距离啊。作为一个演员，这次读了他不同时期的这个作品，是不是对这样的一个人物会有一些这个新的感受？对对对，他有趣味，他的所有的词我看来都充满了苦闷，充满了那种就是泥足深陷他拔不出来。但是当获得这么一个机会去溥仪的这个南书房行走的时候，他太可爱了，他还专门去借了一身官服溥仪还给他封了一个五品的职。这个五品又算个啥呢？完全是一个没意义的皇上随手一封的那种。而且后来不是还封他说着紫禁城骑马？对对对，这是一种荣耀。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希望他学的东西能为这个国家，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所以最后他才会上了那个折子。嗯，能不能把故宫里所有这些古器书画拿出来展览，拿出来扬我国名，证明我们这个泱泱中华的文化能对这个世界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够参与到世界文化这个潮流里边来。然后他写的我觉得特别克制，他说展出之后中外百姓皆得观览之后，咱这个紫禁城之内也就变成一个中国古今文化之所萃，万一这再出点什么事儿，你各国不都来帮忙，都得来守咱们这个紫禁城。你说他一点这个圆滑没有吗？也有一点，他也挺尊重溥仪的，就是在这些字里行间挺有趣味的。
是一个挺特殊的经历。刚刚演读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是王国维1925年7月给清华学生做的一个演讲，也是他在清华上的第一堂课，主要讲了一些什么？小丹老师，其实学术研究的革命性进展主要来自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新材料的发现，第二个是新方法的发明。这一个演讲它主要讲的是新材料，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人未必离古代更近，近人未必离古代更远。秦汉之人没有见过甲骨文，宋代的人没有见过唐代的敦煌写本，明清的人很少看到元代的政府档案，可是在王国维那个时代都看到了。王国维以这个标准来看，他们那个时代甚至有更好的对古代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以这个敦煌文献为例，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大批这个文献有6万卷。1908年，英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他们盗买了这些文献，惊动了清政府学部的官员和中国学者。王国维当时在学部当差，所以他在1909年就是中国学者中间最早的接触到这批文献的。那么王国维的敦煌学研究其实是非常领先和丰富的，他几个最重要的研究，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知道五代的伪装被称为秦妇银秀才，他的著名的诗句内裤稍微锦绣灰，天阶踏进宫廷谷，这首诗整体是怎么样的早就已经失传了，王国维从敦煌文献中间把它复原了出来。还有一个是王国维在敦煌文献中间找到了唐代的通俗小说董永传和唐太宗入闽记，还有一个云瑶集杂曲子，就是我们现在被认为说词这个文体发展历史上的第一块基石。所以这个是王国维在文学上他就做了这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这些年其实大家发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特别快啊，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啊，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机会常常去看一些考古的博物馆，或者带你们的孩子去亲近一些考古的这个成就。邓超有机会比如说你跟孙俪啊或者带着孩子啊去看看博物馆？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的比较多。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南京的中国的科举博物馆，值得看。对，在南京，那个也挺有印象哦。对，有一年在台北拍戏，然后中间有一天休息，我想台北故宫是不是得去看看。那天特别巧，让我知道了一件事儿，我知道了《清明上河图》，其实后世的很多人都摹写过。对，他每一位画家都按照自己对自己这个时代的理解，又加上了一些人物。你要一幅一幅像找大家来找茬一样，他画这是啥？这个宋代没有，这明代才有，清代有画了这个，因为一幅画1000多个人物嘛，看了一天。最让我震撼的还是敦煌的莫高窟，就是我发现这些洞窟都是有生命的，几千年这种流传下来，通过你的肉眼能够看到古人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风土的这种习俗啊，各方面的东西。给我最震撼的冲击就是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啊，这些东西见证并且把当时王朝的这种兴衰都记录下来了，并且一直能够让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这样的历史遗迹，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未来科技啊更发达了，保护文物的技术更先进了，还期待着有更多的这个发掘的出现。小丹老师，其实在我们面前有两个王国维啊，一个就是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的王国维，还有一个是研究这个甲骨文的王国维。其实我们会看到他新旧两面，好像有两个王国维存在一样，35岁之前和35岁之后完全不同。35岁之前的王国维，他喜欢的作者是康德、叔本华、尼采、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等，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的西方哲学和他的文艺并没有能够解决他的心灵痛苦问题。那这个时候就1911年到了，清政府解体，辛亥革命发生，因为当时天下大乱，王国维在北京，
他买不到回南方的船票，所以就有人劝他说，你不如买去日本的船票吧，只要去上海的船票的几分之一的价钱。所以罗振玉、王国维和那个写老残游记的刘鄂三家人就一起东渡日本，住在了京都。那在这种情况下，罗振玉就建议王国维说，我们来搞这个中国文化国学方面的研究。于是王国维就转向了甲骨学、敦煌学、汉晋简牍的研究。到1921年，王国维45岁的时候，他就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讯导师。后来王国维就又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他教的课就是古史新政、说文解字、尚书这些，不太教文学课。有很多后来他的学生的记载就非常有意思。江亮夫说，他从四川去考这个清华研究院，刚刚开学，老师要问学生你毕业论文要做什么题目，然后江亮夫就提供了三个方向。王国维听了之后想了半天说，我觉得你这一个第一个题目没法做，第二个题目好像，第三个题目可以。然后王国维就把那个题目细化，马上就拿出了一个这个题目怎么样研究的提纲，包括步骤和要读的文献给江亮夫。那江亮夫就照着王国维给他的提纲研究，果然就研究出来是一个音韵学的一个题目。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姚明达他也是这样，然后他就成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好羡慕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型导师，他可以手把手的把最新的材料和最新的研究方法交给你，你按照他的路径做就好了。必然成功。真的是。王国维的一生呢，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于一身，在学术研究拥有极高天赋和功底的王国维并没有走得更远。1927年，51岁的王国维做出了投湖这一选择。根据周围的人的描述，他那天其实是很沉着的。他早上8点就到了清华研究院，然后处理了一些事情之后，9点从清华国学院出发，还问人借了5块钱，然后坐了车到了颐和园，然后就开始一直坐着抽烟沉思，到了11点投湖。那王国维的这封遗书啊，海磊是不是先给我们读一下？好。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观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营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5月初2，复字。小丹老师，你觉得这封遗书它背后透露一些什么样的信息？王国维的遗书据说是在王国维的口袋里面发现的，它可能是王国维的传世所有文本中间最接近普通人的一个文本。他中间没有讲到学问，没有讲到理想，也没有讲到社会，但是他确乎讲出了王国维他一生的轨迹。他说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他在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术机会，但是一个再伟大的学者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哪怕这样的学术机会和他的学术天赋和努力在面前，那种疲惫依然是无可阻挡的。第二个我看到的是王国维的一生真的是跟着书走，就是书到哪里他到哪里，所以他很好的用了京都大云山房的藏书、上海哈同花园的藏书、密云楼藏书。那他写这个遗书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没有交代，唯一交代的东西就是书要怎么办。他就说书要交给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先生来处理。还有第三个让我很感慨的就是王国维在这个遗书里面，他最后还是要叮嘱，还是江南好啊，所以让儿子还是要回到江南。对，他很感人。但我觉得他开篇说50年为欠一死，就是真的觉得生命该到头了，死了就完整了，他该做的都做了，他能留下的都留下了，他也开创了新的学问。
我觉得他觉得没有什么可后悔，孩子也大了。嗯，后来就是有人专门做过一个资料统计，把当时新闻媒体上关于王国维这个之死的各种不同的说法汇总在一起，大概是有27、28种之多。这样的一些说法，某种意义上讲都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呢，放在王国维的身上综合起来看，又经不住推敲。不是寻亲事，也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的抑郁，也不是因为他家庭经济困难，也不是和这个罗振玉这个之间的这种矛盾，甚至也不是因为北伐军打到了长沙，马上要打到北京，王国维可能是为自己的这个安危感到这个惴惴不安等等等等，恰恰是这个陈寅恪先生这个不讨论具体的任何原因，而把王国维放在这个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思想史里面来进行这个综合性的概括和总结之后，那个提出的寻文化说，我觉得一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理解王国维之死的非常值得参考的一家之见。陈寅恪先生这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那篇文献对王国维之死的那个意义可能是有放大的效应，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篇文献王国维是承受得起。我们特别我们从今天来看，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学术依然在他们那一代人所开创的，一点一点的在往前推进。谢谢各位的分享。我想王国维在学术上最大的功绩其实并不在开创，而是把一门现有的学问推到惊人的水平。我们相信在学术这条道路上呢，王国维达到了三重境界中的最高境界。感谢各位嘉宾的演读和分享，现在请大家放回思文江南经典文本和名次。茅盾以笔下之微光动烛变迁之文字照亮前行之路，徐志摩以生命震荡出文字，诠释着爱、自由和美。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感谢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让中华文脉千古流传。大家好，我是戴珊。在东方卫视的这一期《思文江南》中，青年演员罗一舟演读了昭明太子萧统的《古诗十九首》节选。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古诗十九首》里头的《西北有高楼》，让我们一同感受文选之中的魅力。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教书结起窗，额隔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河悲。谁能为此曲？吾乃起凉期。青山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